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瑜伽老师卡琳迪。今天我们的瑜伽课程是腰背理疗瑜伽，非常好的呢，去缓解我们腰背的酸痛与不适。这堂课程简单高效，非常适合初学瑜伽者，或者是每一位想要缓解腰背酸痛的朋友们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。好，首先让我们婴儿式开始今天的课程。让我们双膝打开，让我们双手往前走向前方，让我们腰腹自然的向下放松，前额轻点地面，放松我们的后腰、后背、整个脊椎。深深的向内吸气，再完全的呼出排空，再次吸气排空，在每一次呼吸间去感受我们腰背整个脊椎的放松。最后两组深呼吸，好，下一次吸气，让我们慢慢的将头部、胸部离开地面，再呢，让我们身体慢慢向左走向地面的方向，左手压地，右手顺着扶向我们左手的上方，整个脊椎顺着向前推，呼，慢慢的向下，一点点的放松脊椎、后背、后腰。感受我们的胸腹向下寻找地面的方向，整个身体的右侧得到完全的伸展和放松。如果感觉伸展过于强烈的话，可以减少一点我们这个角度，或者如果想要更多角度的伸展，可以再向我们身体的左边走得更多一点点。再保持一个呼吸，好，下次吸气抬头，呼，慢慢的向中间走，回到地面上，然后我们再向另外一边，右手撑住地面，左手搭向右手的上方，整个脊椎顺势向前吸气，呼，向前向下放松脊椎、后背、后腰，选择你自己舒适的角度，保留几个呼吸，深吸，轻呼，在每一次呼出呼气当中，去感受我们的腰背正在向下慢慢的放松着。再次吸气，慢慢的抬头，呼，向正中走，回到地面上，再将我们双手撑住地面，抬臀，让我们双膝呢打开与髋同宽，双手保持在我们肩的正下方，膝盖打直开与臀同宽，让我们来做几组猫牛式的练习。吸气抬头，展胸，后腰向下放松，呼，低头拱背，背部向上拱起，头部向下放松，眼睛看向肚脐的方向。好，再做几组，吸气抬头，塌腰，肩部打开，呼，低头拱背，跟随着我们的呼吸，吸气抬头，腰部放松，呼，低头拱背。再做几组，跟随着我们自己的呼吸进行，让我们的腰背自由的、灵活的舒展开来，缓解整个腰背的不适，
灵活我们整个脊椎，好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再呼，好，下一次吸气，抬头，腰部放松，呼，让我们从肋骨侧面开始向左扭转。左肩、胸腔对向左方，眼睛看向左小腿或者脚踝。吸气，收回，呼，让我们身体往右边扭转，从我们的右侧的肋骨向右转肩、转胸，眼睛看向后方。好，吸气，收回，呼，出向左边。吸气，收回，呼，向右边。吸气，收回，呼，向左。吸气，收回，呼，向右边。好，最后吸气，收回到正中。呼，让我们双脚脚尖勾地，推臀向后，抬臀向上，让我们把我们脊椎向后向上顶到下犬式，双手食指打开，臀部向上推送，感受呢整个脊椎不断的往上立，保持一个呼吸，深吸，再呼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呼，去吸，让我们双膝慢慢的下沉。这次让我们的双膝盖并拢，双手依然撑在我们双肩的正下方。再接着让我们的左腿向后伸出去，抬起与臀同高。注意让我们腰腹呢这块用力撑住我们的身体，再将我们右臂向前伸出。保持，吸气，往前往后拉伸，呼，加一点难度，让我们去吸曲肘，让我们身体往中间肘对吸，吸气伸展向前向后，呼，再次向内收缩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呼，好，再次吸气拉伸向前向后，保持一个呼吸，深吸气，呼，收回还原。那我们来做另外一边的练习。好，伸展右腿向后，抬起左臂，再向前向后拉伸，感受我们整个身体的伸展，腰背处用到我们的力量。吸气，呼，屈膝屈肘向内收缩，再次吸气打开，呼，向内收缩，最后一组吸气，呼，好，下一组吸气，在这儿保持拉伸向前向后，腰背住控制到，吸气，呼，收回还原，再呢将我们双膝盖打开，坐向婴儿式放松，让我们放松整个脊椎、后背、后腰。通过我们刚才的练习，加强整个腰背的肌肉，减少腰背的酸痛。最后一次吸气，完全的呼出。好的，我们食指大大打开，双脚脚尖勾住地面，推臀向上，把我们臀部推向最高点，下犬式保持，一吸一呼。好，下一次吸气抬头，让我们身体重心推向前方，双手打开与肩同宽，双脚向后退，将我们臀部与我们身体大概在一个平面上平板支撑。如果感觉这个动作比较困难的话呢，可以弯曲你的双膝做一个半平板支撑。好，保持住，一吸一呼，注意收腹，收住我们的腰部，呼吸正常，
自如。再次吸气，再呼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让我们重心往前，呼出去手肘，让我们身体慢慢的向下一点点的贴在地面上。我们双手撑住胸部的两侧，吸气，迷你眼睛蛇式，让我们感受我们胸腔的打开，上背部的伸展。呼，慢慢的还原收回。再次吸气，还是让我们上背部向上，迷你眼镜蛇。这次呢，让我们双手拿开，让我们双手肘向内收缩，背部向上抬。再次吸，呼，慢慢的收回还原。好，再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的双手肘压住我们肩的正下方，狮身人面式。双手肘夹住我们肩正下方，把我们胸腔完全的打开，双脚保持与髋同宽。注意我们肩部不要耸下来，感觉我们肩部立起，脖子往上提，保持一吸一呼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试着让我们双手压住地面，再将我们的双手肘慢慢的向上立起。如果感觉我们腰部呢比较紧张的话呢，可以回到我们上一步狮身人面式。如果感觉还有余力的话呢，让我们双手向内走一点，将我们的背部向上拉伸的更多，比较深沉一点的后弯。去感受呢我们整个腰部背部的伸展和拉伸。再保持一个呼吸，深吸气，轻呼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呼，慢慢的去手肘，让我们身体一点点的向下还原。双手撑住两侧，抬臀向后，坐向婴儿式放松。深吸气，再呼出，还原我们整个腰背的肌肉，缓解我们腰背的酸痛。好，再次吸气，抬头，让我们身体往前走向前方，直接让我们向下俯卧地面，再转过身来仰卧向上。好，让我们身体平躺在地面上，再次呢吸气，抬起右腿向上，把整个腿部向上尽量的伸展。深吸气，轻呼，保持一个呼吸，尽量让我们的后背后腰往下贴住地面，整个腿部呢向上伸直伸展。好，再次弯曲我们的膝盖，双手扶住右腿，吸气，呼，轻轻的向上拉伸的更多，这样整个膝盖向内去寻找胸腹的方向。好，再次吸气，慢慢呼，收回。好，那左手呢扣住膝盖，右臂向外打开，吸气，呼，尽量的转宽，让我们身体呢侧躺在地面上，膝盖向下找地面，右臂呢可以悬空，不需要完全的接触地面，如果可以触到地面就放在自然的放在地面上。保持深吸，轻呼，在这个体式当中去放松我们的后腰后背，还有我们的肩部手臂。再保持两个呼吸。好，再下一次吸气，慢慢的让我们身体收回，交换我们的双腿，右腿伸直，左腿向内屈膝，再向上立起，整个腿部向上蹬直，腰部向下沉，寻找地面的方向。好，吸气，
呼，向内收，收膝盖，扶住我们的左腿，吸气，呼，慢慢的向内收缩的更多，保持一个呼吸。好，再次吸气，放松我们的双手，右手扶住膝盖，吸气，呼，让我们身体呢再次往右边进行侧扭转，尽量让我们膝盖向下找地面，左臂向外打开，转头可以看向左手的方向，不断的吸，一呼，尽量的去放松我们整个后腰后背，左手的手臂，腋下。再保持一个呼吸。好，最后吸气，慢慢的收回，呼，伸直我们的双腿向前。好，最后一个体式，让我们的双膝弯曲，双脚踩稳地面，双手撑住两边，吸气，腹部向外扩张，呼，腹部向内收缩，收尾骨，让我们臀部略微抬离地面。如果感觉控制好之后呢，准备好之后呢，让我们整个背部臀部完全的向上顶，保持整个后背后腰向内收缩，深吸，请呼，选择性的可以让我们双肩向内收缩，十指交叉，双臂往下压住地面的方向。再保持一个呼吸。好，下一次吸气，放松我们的双手，放松我们的双肩，让我们身体慢慢的向下收回。再顺着让我们的双腿向内收缩，双臂环抱我们的双腿，吸气。呼，抬头向内收缩，头部寻找膝盖的方向。好，吸气，还原我们的头部，放松我们的双臂，再将我们双腿向前伸直展开，放松我们的全身，微闭双眼，轻轻的向内吸，慢慢的呼出，排空。在反复的呼吸当中去放松我们的身体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瑜伽课程，希望呢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，一起交流，一起学习。好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 Namaste。